时，就是感应器调的位置可能要，就是我要调到某一个状态，不能是这样子就感应到了。嗯。那我要调成，调到差不多快落下来的时候才能让它感应到。嗯。而且感应器的延时应该建议到0.2秒，感应器的延时0.2秒。对。所以说转盘才能去，那不是在程序里面完成的吗？对，程序，但是我们可以设置的，我们自己也可以界面是吧？嗯，对，我们可以，哦，可以参数去设置，就是在触屏那里设置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感应器延时0.2。对，感应器不能调的太敏感，也不能说不，嗯，不敏感，就是我可能是尿有一点点翘，你一直感应不到，就会，就它就一直不走，它就后面的尿一直堆起来了。对，这里就会堆到了。